叔啊，兄弟，咱们下午好，咱们现在是在浙江省温州市。此时此景，我想说这里是真热呀。喏，羡不羡慕我现在的这个生活？哎呀，老热老热的了。今天呢，大家就甩手掌柜的，啥也不用干。我小闺蜜女朋友来了，非要体验房车生活，搁下边给我做饭呢。我啥也不用管了，请等吃。朋友们问我这个鼻子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妞这个鼻子已经好多了啊，我估计再有个三两天吧，就差不多好了。你们让我买那个药抹的嘛，好的很快啊。所以说这两天的视频里边一直都是大鼻子肿的红红的。我给妞妞买的衣服不知道合不合适啊，给妞妞穿上看一下。衣服，哎呦，会不会有点大呀？嘿嘿嘿。哎呀，这谁家小媳妇儿？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这样。来，今天晚上做那个水煮鱼给你们吃啊，我的拿手菜。好嘞，好嘞，欢迎到我家来做饭。好嘞，好嘞，欢迎你常来啊，我天天给你做饭给你吃。好，这个是你们用你们这边的那个方式做的哈。但是这是我的独门方式。别人不知道怎么做，反正我就是这么做。等会儿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？好嘞，嗯，好。这小生活悠哉悠哉的，狗呢？新买的衣服了。嗯，狗呢？太大了，你喊吧。妞妞，妞妞过来。妞妞，来妞妞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买新衣服了，试试啊。来，试试穿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先把螃蟹给蒸起来。螃蟹等菜都好了以后再蒸也行，娘娘那玩意凉了不好吃吧，有点大了哈，但是这是最小号。妈妈，这我有一新衣服，有点好看呢。好看啊，比我的那个新衣服也好看。哦，那你的好看还是娘娘的好看？天哪，这是最好看，这是最衣服有点大。娘娘来呀，玩游戏。看看，给你们看看咱们家小秋做的饭。今天我可是一手没伸呢，请等吃了。这鱼老有食欲了，这鱼颜色不错啊，味道应该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对，嗯，来给咱们家网友先吃，你起来啊，行，给网友啊，给网友，你不得。嗯，网友吃了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南溪江里边的泥螺，江里边的就是江螺，对，江螺，就咱们喝汤那个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那个。哎呀，那个是丁螺。我们要开捞了啊！这个是那个他们这边的粉饺。嗯，来，来吧，是南溪江有名的粉饺，对，金粉饺。网友啊，从我这越过来了。干杯！干杯！这喝这红酒不得醒醒吗？没醒啊。那你再回去睡一觉去吧。啊，